收到了，你们回家放一放，越放的时间长它越软越好吃。收到，放个十天半个月再打开吃，又很软很香。吃个粉蒸肉，加点这个荷叶粉。我们家小孩特别爱这样吃，往这里面一夹。肥而不腻，我这个用的是五花肉。两种口味，一个五香，一个麻辣，给你们挂小黄车了，可以去拍着试着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下，很简单，做法给你们打到评论区里面。做粉蒸排骨、粉蒸羊肉、粉蒸牛肉都可以。我第一次做都是零失败，这粉蒸肉就做得很成功了。去拍姐妹们挂小黄车啊！吃饭吃面条，我这个面条是用咱家人人会的这个酱做的，人人会的这个川菜，这个酱可以做任何菜，能吃辣麻辣的，能吃辣的你可以去拍，做任何菜都可以放，毛血旺呀，麻辣鱼什么的，辣子鸡块，
挂车了，有需要的你们去拍。吃饭，今天吃个炒粉，配了点古德拉克的这个辣酱。好几天又没吃炒粉了，又想了。喜欢吃炒粉的姐妹们，你们去拍炒粉，用开水泡个1到2分钟，过一下凉水让它冷却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起锅烧油炒配菜，就很简单，很好炒。Thank you.